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地平线：期待黎明》。犯了守势者，犯了守势者，好，撤退，撤退，今天最后一个目标，会不会因为没有血都打不赢？去存一下好了。Watch out for the Oseram merchants. They'll as soon cheat you as look at you. 确保我的安全。这猎化区不晓得多强。一定要这样吗？一定要是这一只？哦，我来大大看啊，不晓得这只强不强。最起码我现在有高度优势。断一个短子，他应该是上不来。我只要他背后什么东西。说不定我可以用冰，冰应该会让我伤害 更大一点，可以更有效率一点。结果都给我绕跑。爆了爆了 ！OK， 击倒。觉得应该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打中他们。遇到强敌只能用剑招，等等，我这刚刚看突然看不到我自己，等一下，这个是可以穿透的，很惊人呢，咻，噔，他还蛮怕冰的。可以哦，
有机会耶，看能不能中啊，没有办法，好吧，先把它拉过来一点好了，太远了，连精度都跑掉了。看起来他有点蠢，自己待呢。靠近一点嘛。伤他的腿，那又敲掉了什么？耶，击杀！有高度优势，根本超强。哎，我电线要用完了。怎么这么耗电线呢？哎，怎么都只打六呢？想要打什么时候啊？最起码烧它还会稍微痛一点，不然真的慢慢消没完没了。才买很多电线的说，好，这样烧死死定了。去完成，啊，下去收拾残局。轻松的猎化区。哎，不过大只的怎么只剩下一只的感觉？
我的战利品呢？能打两只吗？哦、useful。啊，另外一只在这边啦。这个炼化区要是不从上面打，还真的很恐怖哎、欸。那个鸟速度也很快、欸，上次光是两只那个裂化的鸟，我就快要不行了。哇，它被钉到墙上了，太扯，居然被钉到墙上。到最后萤火就结束吗？今天还蛮顺利的，打赢了雷霆啊，又清掉了这个看起来很难的裂化区，虽然用得着，我觉得还蛮阴险的。 I'll tuck that away。我们刚搞了好久，麦克风搞不定，该死家伙！大后卫声音收不到，应该不会吧？我要吃我的饭。今天我打算要来去这个不知道什么的炼铸厂，对，我们要沿路打过去。啊，你不直接过去啊？顺便看看地图上有什么东西啊？那你有没有预计今天要打哪一些方向？就是先去炼铸厂，上一次炼铸厂就打了好久呢。是啊。对，它那里面还蛮长的，我很怕我的资源不够去。就是说我应该要先去这边。买一下东西，这里资源不是满满都是资源吗？你这资源捡不完哇！资源不够啊，没有啊，资源会再生啊，怎么会不完、啊？你看你那边都有啊，都还有啊。我的药水都喝光了，你去打药水比较多的地方啊。路面上没有药水啊。好的，你就找药草比较多的地方，因为有地方是长这个长特别多的地方嘛，你没有观察吧？我不知道哪里有长特别多哎、欸。我觉得你可以找啊。你可以在观察这个地图之前找哪个长这个最多啊，一定有好不好？你怎么可能就真的随便长随便长？因为它到处都有长啊。那你就随便走，就一定会有资源啊，满满资源给你哦。你会没有资源是因为你废好不好？你太烂，你需要很多水好不好？怪太强了，还怪？怎么可能会是我弱呢？明明就是你弱。Thank you. 哦，想要三柱，我想要那个爸爸的，这好几年前的爸爸的三柱。哎、欸，刚刚是大鸟吗？但现在天上飞的也有。对啊，有天上飞的，那个难打。好精明。我每次遇到它就扣一堆血。哪里啊？我现在先不要打好了。那你要去哪里？为什么一直要爬山又下来？你要去哪里？快找路啊！我要去那个萤火啊！我要被你弄晕，你知道吗？你给我好好走，你给我好好走。哎、欸，那个长颈鹿吗？那个上面那个？不是，那种好像啊。对，那是城镇吧？No， 我觉得不像长颈鹿。长颈鹿是在。之前有个湖的地方。就不要走了，走着长颈鹿在哪？你看那里有个长颈鹿在哪？这其实就是长颈鹿的手。不一样吧？这边是不是上不去啊？问你啊。哇，你们不是有绳索用勾的、啊，还是要等一下来？这不是萌萌熊的声音吗？谁萌啊？不萌啊？安安加百列，安安，对呀、啊，今天熊难得出没。你怎么知道他现身在 FB 啊？我不都召唤你了吗？你怎么都不来回我？相信哎、欸，你们可以见。我这边上不去，他要绕圈。
天皇安安啊，你认识吗？你认识吗？你好，你好，安安。现在是，我就是不太会看上面的地图。哎，地图那个是怎么看呢、啊？那个是方位，就是看你现在箭头就是我面向的方向。所以你现在是面向 W 啊？面向 N 吧，哎、欸，可是我刚刚看是 W 啊，你看，我打哦哦哦，你说的箭头是那个箭头，我以为是旁边的红旁边。嗯，因为我的 FB 是本名啊，好吧，原谅你，反正你有在看就好。你可以再创个小号啊，然后再多帮我们多增加一个人嘛，对不对？有需要这样吗？我觉得我这个想法蛮聪明的。就有人会上小账玩那个游戏，为什么不能上小账？我要帮他们。叫什么名字？说。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